光是来这边旁听的学生对于音乐的素养可以这样的整齐。班主任跟你说话应该怎么样啊？觉得很好吗？很好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周海媚。哦，漂不漂亮？漂不漂亮？漂亮。适不适合啊？说是适不适合出唱片啊？你们是说什么？你不错不错，我常常没事就看你的这个录影带，拍得好啊。好，满清十三皇朝。班主任连问你，这个要给我们贡献什么话呢？是英文啦。一句闽南语啊？对呀。哦呦，你这个国语都讲不好，还在讲闽南语啊？一句闽南语怎么说的呀？啊？来，有没有可以帮他的忙的？新面膜膏加清洗美人贴片金。是吗？面膜膏加，来，他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念？啊？This is a book. 所以你不要看我们台湾的文化，其实它这个字还不好念呢。没有，其实是法文啊。啊？是法文啊？啊，法文。是吗？法文我会。哦。来，给我试。哇，你这个手上写了一大堆字是干什么？你是不是你今年你踩我的鞋子干嘛？生理不够精，然后生意不够精，亲像每人贴聘金。哎，不错，鼓励一下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用国语了。就是眼光不够独到。就是老是做错事情，确定错了啊，决定做错了。可以，好，今天要好好表现一下啊，让大家看看你演戏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才华，好吧？啊，来放轻松啊。有待训练啊，对不对？哪有人在台上唱歌还唱到最后一句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搞，应该还有一句，他后面那句，对呀，我还要把那一句唱完，好吧？没有了。好好的爱自己，还是要分离。班主任不是刚讲。一听就知道一定漏掉了一句，还要骗我们说没有。我难得有这个机会嘛，大家稍微让他一下，他是演员嘛，对不对？来，那我们再演一个这个啊，我是一个下班回来的先生，那么你要跟他说分手，好吧？来看，完全看表情，音乐很重要。
干嘛？你怎么还在这边坐着呢？赶快换衣服啊！晚上是个市长要请我们吃饭了啊！赶快赶快，好吧？我不去了。这么大的晚餐，你怎么可以不去呢？我不想去。怎么可以不想去啊？我要跟你分手。分手？离婚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换一个。要不要？再来一个，换一个试试看呢？阿妹啊，那个市长请吃饭，好，等一下妆。 打扮的好好看，好，我在客厅等你。OK， 我不去了。怎么会笑呢？这时候一定是很不高兴。你看我演一部，要看好啊，看表情，要看一下，可能每个人都要演到。还没啊？然后换一下衣服上，请吃饭啊。我不要去。 吃饭，来，拜拜。加班哦！加班。要有感情哦，外交。你那个是一对恋人呢，我是讲是已经结婚很多年，所以先生跟太太会没有什么讲话，没有感情的啊。赶快换衣服，吃饭，怎么会这样呢？ 怎么样？吃饭了？妆化化？不要吃了。他说什么？你这个是自尊大爆笑。对，欢迎欢迎。Camera。我有时候要演床戏吗？ 市长，请吃饭去准备一下哈，我等下，待会我在客厅等你啊。我不要吃饭啊！我这个演的是鬼故事啊，鬼故事。我一看你们都回去，我演一个标准的给你们看一下。接下来就是要看你的反应哦，先从我这边开始。 市长要请吃饭，赶快去化妆一下啊！我不要吃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？来，从这边开始，不能笑。什么事情？我要离婚。 离婚的人是这样子的吗？他是很悲哀的。离婚就离婚，现在是你的反应啊。哦，这个是标准的反应啊，来，要教他们一次哦。离婚就离婚嘛。还是在看着。离婚就离婚嘛。 跟你演，哇，哎，一模一样的，市长请吃饭，赶快就换衣服吧。不去了。不要胡闹，我是个外交官，一定要去出去吃饭啊！快点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什么话回来再讲嘛。不行，一定要现在。好吧，快说嘛。我们离婚吧。 离婚就离婚了。看得出来很有演技，很可惜只有张志伟没演到。
完全没有剧本，就靠这么一句话，就像你刚才那样。对对对，而且要演到他的反应都有。你还没准备啊？七点多了，马上市长请我们吃饭，化个妆，我在客厅等你啊。我不去了。我不去了。为什么不去？我想去。你不想去？我有话跟你说啊。不是，不是我们演不好，你这个示范的吓死人了。你示范就有毛病了，这是我再好好演，再好好演一次。好妹啊，赶快换衣服啊，时间不晚，有人请吃饭，你忘了啊？快点！我不去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离婚？离婚就离婚嘛。叮咚，叮咚！哎，市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，对不起，我刚好跟我太太在研究一点事情。没事啊，我跟你这个位置还没搞定呢。老头子，他跟他外交官也没做不了多久。我市长，我对不对？好好的安排，好，我在。劳斯莱斯的车上等你。叮咚！哎呦！哇，总统来了！自己在上坡哦。妈！